我看好多人都在评论区里说我妈在电视台上做的方便面披萨，为什么我没有尝到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她。做的方便面披萨非女孩子吃，你还是我亲妈妈，我也要吃。家里没有方便面了，洗作去。不是我想吃，是你的粉丝想要教程。那行吧。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，正好趁机解决一下冰箱的库存，把这些搞成一个披萨盲盒。哎，冰箱里总有剩了一点点的东西，经常忘了吃，今天正好拿出来搭配个八拼披萨。说方便面不健康的，确实有点误解。就像上次在电视节目说的，它只是营养单一，就跟普通的主食一样。方便面做披萨底一定要煮到半干，太软了口感可就不好了。每次吃披萨，这小子总是剩下后边不吃，这下肯定不用担心了，芝士肯定得厚厚的一层，再用青椒搞个分界线出来，就开始码食材了。第一种三文鱼蔬菜，第二个双色香肠、剩米饭、汤圆、黄桃、榴莲、鸡肉 BBQ， 还少一个呀。对了，还有一盒龙虾仔，完美。最上面再来一层厚厚的芝士盖住，烤完就可以拆了。哟吼，出炉！现在还确实看不出来谁是谁了。我先来个龙虾仔的尝尝。妈呀，看着就好吃。没想到汤圆搭芝士也这么好吃。好了没有？我都戴好手套了。来了来了，今天给你做了一个八拼披萨。八拼，这两块呢？你这是让我拆盲盒吗？先来这块。榴莲这么做绝了。就是芒果呢？黄桃。我不吃就已经抓到了三文鱼的，这不会是我昨天蒸的炒饭吧？哇，这个太绝了！你放香的芝士还挺好吃的，下一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冰冰冰。哦，宝，你都冷成这样了，你给我吃来。我得去写作业了，快接着。